欲买桂花同载酒，只可惜故人何日再见呢？欲买桂花同载酒，只可惜故人何日再见呢？老实点，这个如何？哼，雕虫小技。这个如何？别白费工夫。接下来想去哪里？如果想游历离月名胜的话，我有一些不错的参考方案。真是急性子你。都闪开！欲买桂花同载酒，只可惜故人何日再见呢？老实点。又没躲开。旅程总有一天会迎来终点，不必匆忙。欲买桂花同载酒，只可惜故人何日再见呢？冻结吧。上天去吧，都闪开。欲买桂花同载酒，只可惜故人何日再见呢？炸飞你们！老实点。为流通而造的船遇到港口也会停泊，所以离月是一切财富沉淀的地方。炸飞你们！欲买桂花同载酒，只可惜故人何日再见呢？